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来阿 N 与阿 Lam 频道。今集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刚刚去世的张英才先生曾经参与的电视剧演出。电视剧《丽的影星》1970年。一、五福临门。二、沉沦。电视剧无线电视1975年。一、民间传奇之四进士，张英才饰演杨春文。二、民间传奇之镜花缘之女儿国，张英才饰演唐傲。1977年。一、家变，张英才饰演刘大佳、詹伯林同事。1978年。一、倚天屠龙记，张英才饰演余代岩、武当三侠。1980年。一、轮流转，张英才饰演颜世昌。二、上海滩龙虎斗，张英才饰演韩主任、纪先勇父亲之秘书。1982年。一、天龙八部，张英才饰演段正明、保定帝。二、新民间传奇之癫凤狂龙，张英才饰演神宗。三、新民间传奇之韩烟翠。1983年。一、射雕英雄传，张英才饰演马玉、全真七子之首丹阳子。二、欢乐长安，张英才饰演唐睿宗。1984年。一、决战元武门，张英才饰演李渊、唐高祖。二、秋瑾，张英才饰演秋秀男、秋瑾父亲。三、楚留香之蝙蝠传奇，张英才饰演人献帝。四、鹿鼎记，张英才饰演情官波野堂首座。五、家有娇妻。六、超越爱情线，张英才饰演唐启尧。1985年。一、碧血剑，张英才饰演崇祯帝。二、杨家将，张英才饰演曹国舅。三、雪山飞狐，张英才饰演独守药王、无真大师。四、总计。五、开心女鬼。1986年。一、倚天屠龙记，张英才饰演凶文、少林方丈。1987年。一、书剑恩仇录，张英才饰演马珍，爱好千里独行侠。1988年。一、太平天国，张英才饰演道光皇帝。二、大茶园，张英才饰演洪柏年。三、花木兰，张英才饰演徐定康。1989年。一、侠客行，张英才饰演龙岛主。1990年。一、蜀山奇侠，张英才饰演元真道人。二、笑傲在明天，张英才饰演许仲发。1991年。一、人海骄阳，张英才饰演贺辉。二、漂白英雄，张英才饰演侯安生。三、我爱玫瑰园，张英才饰演谢汉雍校长。1992年。一、他来自天堂，张英才饰演陈辉。二、众神通王重阳，张英才饰演老主持。1993年。一、都市的童话，张英才饰演齐人。1994年。一、射雕英雄传之南帝北丐，张英才饰演王重阳。二、第三类法庭，张英才饰演周人。三、小李飞刀，针向。四、清宫戏数六，张英才饰演洪锦安。1995年。一、刑事侦缉档案二，张英才饰演陈百年，酒店老板。档案八，寸草心。二、忘情阔少爷，张英才饰演钟伯。1996年。一、笑傲江湖，张英才饰演方正方丈。二、地狱天使，张英才饰演任半生。三、西游记，张英才饰演太白金星。1997年。一、天龙八部，张英才饰演黄眉大师。二、苗翠花，张英才饰演明镜大师。1998年。一、外父不怕做，张英才饰演东叔。二、西游记二，张英才饰演太白金星。1999年。一、刑事侦缉档案 IV， 张英才饰演文医生，江子山之父朋友。二、鉴证实录二，张英才饰演区瑞庆、黎巧竹、余彩娟之夫，区家绑架谋杀案。三、洗冤录，张英才饰演徐大人，第四集。四、茶是故乡浓，张英才饰演朱老板，宋家茶园及方家茶园之客户。
2000年。一、无业流民。张英才饰演罗宾汉。二、伊神华陀。张英才饰演华逸之。三、十月初五的月光。张英才饰演梁志才。2001年。一、美丽人生。张英才饰演何伯。二、封神榜。张英才饰演杨俊。三、寻秦记。张英才饰演和氏后人。第四集。2002年。一、彩色世界。张英才饰演林乐儿的父亲。二、无头东宫。张英才饰演丞相。第28、30集。三、七号差馆。张英才饰演苏院长。为海外首播剧集。四、皆大欢喜。张英才饰演刘一手。五、萧十一郎。张英才饰演杨开泰之父。2002年、2007年播映。2004年。一、青出于蓝。张英才饰演校长。二、翡翠恋曲。张英才饰演何德昌。老年。三、皆大欢喜。张英才饰演陈主席。李师傅。2005年。一、翻身大笑。张英才饰演贵叔。二、我的野蛮奶奶。张英才饰演私塾老师。三、人间蒸发。张英才饰演纪天成。2006年。一、施工奇案。张英才饰演老师爷。二、飞短流长父子兵。张英才饰演冯德顺。三、布衣神相。张英才饰演赖若郎。为海外首播剧集。四、留住有情人。张英才饰演金松花。五、高朋满座。张英才饰演才记。第37集。2007年。一、爸爸闭翳。张英才饰演明叔。好，今日讲述介绍张英才先生在丽的影声和无线电视所拍摄过的电视剧集。暂时就讲到这里，在下一集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张英才先生在无线电视参演过的配音节目。请大家留意收看，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留言点赞和分享。同时希望大家订阅我们这个阿 N 与阿 Lam 频道。拜拜，我们下一集见。